小老师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报女的笑笑，我在球场带动应援，我也是有氧老师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报女的队长小峰，我本人也是一名 DJ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报女的雪宝，当时我笑起来很像雪宝，好，不能，可以，听说雪宝是千万级的，这个名号。 跟姐姐哥哥们讲一下，就是我比较幸运，就是有遇到就是很比较厉害的大神，所以他就是会丢我礼物，就是帮我丢到千万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很感谢我的粉丝们，就是非常的照顾我这样子，而且这个月是一天一千万，超厉害，他生日，因为我生日，所以他大概是100多万。 一天就一天，那个很神日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就给我个惊喜，其实我一个人吧，一个金主，一个粉丝，对，一个粉丝，嗯嗯，一天，那你有跟他见过面吗？没有，还是其实还没有，就是他就是最近，就是我刚来浪直播的时候，然后他就看到路过看到我，然后就是丢，他就喜欢，纯粹是喜欢我，对，他会私讯我，私讯还好，不太会，就 IG， 没有人说包养，没有，其实有啊，其实有，可是真的是小账那一种，所以他就说哦，一个月给你50000，然后跟我去旅游。他可能会说，可能有哪一个就是可能有老板欣赏啊这样，然后觉得你是非常是他的耐心的，那会说能不能一个月给多少钱，然后我们一起干嘛干嘛这样。对，但我们通常都不会回，对，就是直接不回。那你是多少钱？我其实呢，我各种价码都有，我是在想哪天会不会有个超级高的，我开玩笑的。目前最高，目前最高，他可能是一个月50万之类的那种，就是还，可是我真的都不会回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可怕，对对对，小账谁知道他，我怕生。等下被骗去买了。对对。 这种感觉就很奇怪。所以你那个雪宝，你刚才讲那个是有上警局的吗？不是，那是牛奶。牛奶没有来。是那个他跟风，我到我家。那后来都没再去吗？没有，就没有。对，没有，他也刚好搬家，所以就因为吓到，对，刚好搬家，被吓到所以搬家。对对，太惊吓了，真的很恐怖。所以你们五个都在浪直播？对，我们电报是浪直播，浪直播是浪外电报，我们是怪的。 那你们跟拓宇熟吗？很熟，太熟了，没有见过。我只知道他开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断。真的，因为网络会直接瘫痪。会直接卡住。对，没办法开播。所以他要被关了，我觉得很。我好像没有去，我没有去很认真的看这个新闻。我也是，对，没有特别的接。因为我们最近真的太忙了，我们每天只关注我们的集训赛事情的，准备表演。 刚刚要颁奖桃花，所以你们有敬爱。
哦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特别的经验。没有，就是海产一直在追笑笑。没有海产啊，没有海产。没有，没有啦，那你愿意接纳海产吗？我需要是，我需要从朋友开始当起。哦，对，他太突然了，让我有点想到。有吃到饭吗？还没有，他有约经纪人说要跟我一起吃饭，但是我有说要电报你所有15个人都在，那还可以一起。他说可以吗？他说经纪人可以先早点回家一起去，但是他可以早点回家这样子，留我一个人。那你对他印象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幽默好笑的人，跟他一起相处在一起是会很开心的。当朋友很好啊，好，还真的想干，当朋友，当朋友。所以你现在已经给他好人卡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还在。对。老板，圈内你有谁那个型是你比较喜欢的？我其实很喜欢刘以豪，哎，这标准很高。对，我喜欢高高帅帅，哪一个？有酒窝，笑起来很可爱的男生。因为你有酒窝，所以你也喜欢有酒窝的男生，很阳光。我是姑娘酒窝，笑笑。对啊，笑起来好看的男生。你看白云大哥也有酒窝。好可爱哦！对，也好可爱哦。关心瓜哥吗？跟柔安姐。没有哎，但是我们其实上节目，我看瓜哥应该是就是都好好的，也不会受影响，因为也没有什么，对这种事情也感觉也没什么，对，因为瓜哥其实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，他在节目上都会提点我们说在节目上怎么样表现可以更好，嗯，对。所以你看到他跟柔安姐报离婚的消息，你有很震惊？我觉得不会耶，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瓜哥跟柔安姐感情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们有一起吃过饭。私下的互动都是很好，是非常好，会很甜蜜的那种，就是正常啊，正常夫妻互相喂对方吃，是没有啦，就是很正常，但是很正常的感情很好。那现在熊迷没有去大集合，会觉得有点奇怪吗？都没有联络哎，比较没有接触到，跟熊迷不熟。也没有不熟，就是工作上场合才会遇到。对，如果没有遇到，就偶尔关心，回回现实动态啊。对，但我看他最近应该也很忙，就是有球赛这样，然后我们刚好也在忙季后赛，就没有特别的联系。嗯，那你跟那个宋宇宙熟吗？也是只有在节目上碰过几次。所以你现在跟宋宇宙熟，你都并列为瓜哥三大名单。但是因为瓜哥就是对大家都是很照顾啊，他就是一个综艺大哥照顾女儿的感觉。会不会觉得你这样退出大姐有点可惜？谁？熊妮啊。因为他好像本来就有受伤，本身就有旧伤，所以可能在大集合节目上就不太适合这样子。但他应该有他们经纪公司也有他们的考量吧，我在想。小婷，你想要瘦到已经有点病态了。他们说你还想要再瘦，你不是43公斤？有想啊，还要再瘦，我还想再瘦。你觉得对哪边不满意？我觉得我婴儿肥太严重了。你说脸？对，我现在是已经好很多。我以前是就是人家看我的脸，会以为我是胖子的那种。对，所以我还想要再更瘦，因为我想要让脸凹进去，就是看起来像没吃饭的那种。可是这样会看起来孔明。没有啊，大 S 就是说瘦到像快死掉才好看，我就是追求那样子。你不要乱学啊！这样子，我追求那种美感。那没有。会不会他没有这样讲过？啊，有，这个是有精华片段的。对。是还在减肥。我没有刻意减肥，我现在是比较偏向于重训，想要把我的就是一些赘肉变成精实的样子，看起来会比较紧实一点。对，去其实对体态其实不是刻意要瘦到不吃饭，我是想要让它全部都变成结实的。对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健康。这个目标是比较几公斤比较？我之前有瘦到39公斤，那时候我觉得好像39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还蛮病态的，所以39可能是我最近的目标，再3公斤就可以。那你会很羡慕林湘吗？她瘦成那样。哦，她好像有点，对啊，她很瘦，可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她那样子不太好看，可是我觉得以。
特异的审美观来讲，我觉得也还不错啊，就是很瘦啊，两只手就像筷子一样，就是很棒啊，吃东西不需要筷子。什么啦？抱歉抱歉，学姐她是学姐吗？她是学姐，她是学姐。我问你追求她这样的状态。没有，他那样有点太瘦了，我可能会再健康一点。嗯，我希望是肌肉，不是干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现在重训一周频率多长？我一周重训两天，上两天教练课。那我现在还在努力把我的重量往上调中。对，现在目前是可以到，我已经可以超过我自己了。我的卧推可以到60公斤，就是对，还蛮力气蛮大的。离他远一点，我可以把你搬起来。那好像真的可以。对。OK，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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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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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因为我们听说我们这一次电报女的海选会提早，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形式去带我们新的学妹们，但我们去年来到了一个很厉害的校校，其实我们也会蛮害怕。来了更多个笑笑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因为他一进来，就是其实他的粉丝数涨超级高，然后他的进场观看他的粉丝也变超很多，真的很多，是已经有把一些学姐都比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虽然会很希望进来更多厉害的新学妹以外，其实我们也是，那也不要太厉害，那也是蛮害怕的啦，对。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甄选会提早以外，我们会用一个最新的形式去记录我们这甄选的所有过程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期待，我们自己也非常可以开始准备了，期待哦，加油，加油，欢迎加入电报，欢迎加入电报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那我会看你的护照，好啊，好啊。Thank you.
再看一次，对不对？